你懂什么叫哥哥呀？哥哥哥哥的，你知道？自尊很差，容身气。你说什么？我不是易烊千玺，我会吃很多易烊千玺。千玺真的好是吗？还挺好吃的。我喜欢。颜值高，气质好，心思浪漫，跳舞棒，唱歌好，幽默搞怪，心眼少，非常中肯，非常得体。易烊千玺，冰与火的完美。完全就是我本人的样子。说的是你不知道的事。没有。